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善男子，各位善女人，大家吉祥平安。佛陀呢，一心入世，度化众生。随着因缘呢，伊拄到了油宝车，那向油宝车呢，甲伊讲起咯。这个时阵，佛陀甲讲：我无骄傲的心，我呢也无想要得代名利，我更无想要呢来受着利用所益处，就是讲，佛陀入世要度化众生，伊无为名，也无为利，伊更无呢吼，因为即种行持的方式来接受着即种利益，受着人的种种利益。供养，伊一心呢，敢若想要来流布正法，救度呢咱定力伫即个苦海众生，即就是佛陀伊个宏愿。继续，佛陀佫甲优婆塞讲：我曾经入世，就是讲伊阿未成佛进前。伊还佫伫色达多的时阵，看到生老病死，看到世间种种的苦楚，伊就已经发下了宏愿，要伫这个苦海中做一个船夫，要来度化咱众生。进前伊无记住，但即马佛陀已经。在菩提树下，金光座上，证了正觉，成了大成就。真的，伊已经有这个能力啊，也具备了这种的条件。而且也显示着，咱和佛陀比较了，咱真正差别真大，是不是安尼？亲像我伫遮和大家在探讨佛陀伊的一生，就是要甲咱大家讲，讲佛陀伊的无私、伊的慈悲、伊的喜愿，要安怎来教育咱众生？伫咱佛学内底，其实啊，咱学佛就是为了了脱生死的苦难。所以佛教呢，在咱这个地球、这个人道世界内底，予人的一个感觉、一错觉，讲一个消极的宗教。为什么会安尼讲？因为咱无想要有欲念嘛。那一旦无要欲念，无要造业，为着要解脱这种生死，咱袂和人争执。咱特别有一种呢，吼，争取名利的欲心甲欲念，因为咱知影，这是呢，咱生死三世轮转的烦恼啊。但世俗人呢，有偌济会当体会出，有偌济会当了解，甚至颠颠扑扑，拢要在欲念中。在真内底，就算讲咱学佛的人，咱学习佛学，咱抛弃了偌济欲念，咱抛弃了偌济名利。今仔日，吼，我出一只和大家结缘，一只探讨佛学，真正无求名，也无求利啊！我是秉持着我的本心。我知影讲，咱
一旦踏入了修行的路程，咱的业力会随着咱的精进，相对的有哪会增加？但我嘛会坚持这种心，尽力伫遮和大家探讨甲解，也希望咱呢，会当有这个恒心甲毅力，继续深入你所了解的法门，用你本身的自性去甲体会，一旦抛弃的尽量抛弃，安尼才有法度真真正正达成咱要脱离这个苦海的目的。因为三宝这个三界世界啊，轮轮回回啊，永远未间断。咱唯有啊，跳脱这个三界，去到他方的世界也好，或者是家己证到殊胜的高位，这得看个人的根基、因缘哦，甲成就啊。咱的境界够对，咱尽量去做，啊，无咱永远啊，我那伫这个苦海内底，得浮浮沉沉。那今仔日佛陀已经记住啊，以一再愿力，探进特别一直个成就啊。所以这是过程，这些都是以这个报体一生哦，希望大家会当。深深细格体会，细格感受佛陀伊个伟大，安尼咱个信心，咱就会坚固，咱就较袂迷茫，咱也较袂迷失。话甲讲倒转来，佛陀继续甲这个优婆伽讲：吼、哦，我即刻吼进，伊、哦、就是要来实现这个誓愿。伊以前所发的誓愿，真已经有能力了，已经成佛了，所以伊踏上了要教化、度化咱所有苦难的众生这条路程，也希望呢吼，看一切有善根、甲福德有缘的人，拢会当得到。一家吼，安尼就深深感受会到。佛陀一直印度成佛的，伫2500几年前成佛，咱可想而知啊。当时资讯也无遐尼发达，无像今，伊只有一步一卡印，安尼来度化众生，伊。初转法轮开始，第一个遇到就是优婆伽，这就是和你有缘的人。那咱呢，虽然无生活在这个佛的时代，但伊留落来教义啊，伊留落来精神，和咱嘛有缘啊，嘛有因缘。你甲想？目前咱地球啊，这个领导地球这个领导，也有差不多60-70亿万人，但是合佛的人呢有偌济？真少数，所以咱是不是和佛陀真有缘？2500几年。留落来，咱真够因缘来参学，这呢也都是咱过去的祖师的遗印，因的认真，因的精神，对着佛学的坚持，翻译这经典，予咱今仔日够因缘，同而来接受着佛学。那咱是不是爱呢？吼，更加用心来解探讨，来解相应。
因为咱是要佛陀的人，咱无想要伫即个三世阁继续轮转，即、這个苦海，咱想要脱离。那既然想要脱离，咱爱安怎做？秉持着佛陀的精神来行来做，但是咱呢要有相当的智慧，因为流传落来。即个佛学经过安尼翻译，经过安尼解释，总是有加上许多个人的理论、个人的想法，所以咱爱明辨，咱爱家己去了解一寡，吼、哦，是毋是有含咱无相应的，咱爱抛弃；含咱相应的，咱一定爱留落来。更加呢一门深入，因为佛学啊，这种啊，这个学问万顶深坑。那咱唯有安怎做一门深入？啊，无呢？咱啊，这也别学，遐也别学，到尾啊，哦，家己啊，要入这个定力正定，就真困难。所以，当咱呢了解佛学，选择你的法门了，你一定要真坚持去做。就亲像讲，你若选择了要去对一个他方世界，选择了好，你嘛要一门深入，好好啊去了解这个世界，伊的究竟真义伫倒一位，安尼才有法度真正达到着解脱。最后的路程，好、哦，继续，咱再讲落去。分呢是度有缘的人，含伊有善缘、有缘的人，不管对一个时阵。所以咱进学佛，有哪要未完？虽然已经伫末法了，但是咱卖失去信心，咱爱坚固咱的信用力。好、哦，咱讲倒转来。佛陀继续甲讲，如果呢，吼、哦，亲像你拥有，吼、哦，真有钱，真侪财富，但是呢，你若敢若贪图自己的享受，这也毋是自私所为。爱甲家己的财富，吼、哦，兼利天下，这才是大丈夫。这就是一个比如而已，哦，佛陀已经成佛了。伊如果呢无出来度世，伊无起来出来这个愿力，伊的誓愿来含伊契合，要来度化咱的众生，就亲像一个足有钱的人，伊是干那客家的享受利益啊。像佛陀，伊当时。在金刚座上的思考，思考一切真理、真义共款。伊确实迄当阵报体难入，即种涅槃，伊是毋是曾经安尼想？因为伊惊众生愚痴啊，未当了解即佛学的真理的好啊，惊众生会来诽谤着正法，诽谤伊，伊未在乎啊。但是诽谤的正法，会堕落恶道啊，堕落三恶道中啊。哦，所以伊就亲像讲，莫得真理，伊若自我解脱，伊成佛啊，伊无爱管众生啊。安尼敢是一个大丈夫？毋是。所以讲佛是大丈夫，伊最后踏上了这个度化众生的正道，这条路程。所以，就亲像这个，比如，如果你真有钱，你敢那享福你家己，成就你家己，安尼意义够偌大？如果呢，你会当甲你遮个财富来帮忙着贫苦的人，哦，互因会当有那随着你的帮助。得到这种安逸。
安尼是毋是有那大丈夫？那佛陀伊呢，出来宣传正法，就是要帮忙咱大家拢解脱。这更加是以真理来度化众生的大丈夫。所以佛陀啊，伊的心是真正咱不可思议的。咱大部分的人吼，会当解脱成就，就真满足啊。在这个佛法中啊，其实本来就是成就安尼，这一面拢会转变。希望大家如果真真正正，你有法度来将正法流传落，我希望大家有哪站出来，甲大家讲，讲佛学的好，佛学。所有的因缘果报，符合种种的殊胜真理。希望咱呢，大家唔通沉迷伫这种欲念内底，安尼世界更加混乱。希望咱哦，遮个大善知识哦，尽量站出来哦，有能力有法度改变众生的能力的，尽量站出来。度化咱众生，咱卖为着名，为着利，为着自己的安逸，卖违背了佛陀伊的真心真理的目标，咱坚持个行落，行偌济算偌济嘛，吼、哦！佛就是度有缘人，我伫遮常在讲，我伫遮会当含大家结缘偌久，算偌久。我绝对无执着，那咱大众愿意帮忙我，我真欢喜。万般随缘嘛，哦，本来就是安尼，哦，随缘去就好，哦，会当偌久算偌久，大家会当互利互相成就，安尼是上好啊。那袂当，哦，自我会当超脱，嘛是一个方法，哦，咱继续甲看落。家己得到的好处啊，嘛爱互别人受惠啊，这就是佛伊的心。哦，真我呢无法度像佛陀安尼，因为伊是大成就，伊是正觉者，但我确实就是个学习的修行者而已啊。所以我将我的感受、甲一切感叹、甲过程，和大家分享。我嘛无想讲，我会当哦独立就好。我希望将我的一生哦到遮，最后活在生命时间，和大家分享，和大家了解，哦，和大家深深的体会。希望大家会当找出着真正念佛的方向，大家解脱出来，你甲感受这个世间的苦楚有偌济。咱在探讨这个佛教的起源，吼，佛教的起源，就是在探讨佛陀的一生。那咱虽然知影讲要成佛真困难，步步难行，但是咱嘛是爱行路。咱若想要脱离这个苦海，咱就是爱行路。咱后壁会讲到佛伊安怎转法轮。以安怎呢开导众生一挂基本法？咱知影佛学啊，真深啊，真深奥。但是呢，吼、哦，你如果甲想简单的方向，也并无困难。就比如讲，捌字也好，唔捌字也好，吼、哦，你会当念佛念甲定中三昧，迄绝对就已经断一切恶啊，对无？惊是惊，咱无法度念甲深入到定中三昧，安尼咱就无法度断一切哦。安尼咱就无法度跳脱掉这个因缘果报，咱的有缘在这个十二因缘中成数轮转。希望大家会当好好啊，去甲用心体会。所以呢，佛陀
伊就佫甲邮报写讲，吼、哦，我家己得到好处，我已经成就，我嘛爱互大家来受惠，这煞是算慈悲啊！我呢，曾经舍弃一切贪乐，就是伊讲，伊伫色达多的时代，伊是王子啊，伊所有的享福拢有啊。伊舍弃了所有的贪乐安逸，到今仔日伊会当成就证得正觉。那呢，证得正觉了，伊今仔日阁踏出来，伊伫修行的路程上，伊嘛有得到安乐啊，伊伫金刚座上安尼享受这个法乐。伊敢会当拢一直伫心内底，用发心融合伫即个大宇宙的覆盖中，可以啊！伊嘛会当从伊个宝地成就跳出到即个三界，但是伊无安尼做，因为正觉者像佛陀安尼，正着大神通力个圆满神通力个。伊所有一切已经融合到这个大宇宙的法界内底啊！个，伊不但洞察三界一切，所以的境界不是咱会当思量，不是咱想会到。伊随时都会当跳出，随时都会当脱离，但是伊无安尼做。伊选择继续来教化人，最后的选择就是安尼，伊来实现，哦，来尽量度化咱有缘的众生，希望会当帮助偌济人脱离，得帮助偌济人。相信呐，哦，佛学进入咱大中华民族了后，有足济人。因此得利啊！因此跳出三界啊！你咱过去的祖师遮济，你甲看，哦，无受三界约束的已经有够济啊！啊，伫遮呢吼，咱无法度一一举例啊，是予咱大家去想，近代嘛真济啊，吼，真济有名的吼、哦，修行者的精众，受到咱众生的赞叹。非常多，这表示伊已经到另外一个境界，另外一个层次。啊，咱呢，还未行到这个路程，啊，更加谦虚自信，爱认真深入佛学，坚持着这条修行的路，哦，抛掉咱哦，以众生同悲同苦的心。咱认真行持，认真踏上咱追求解脱的路程。这条路虽然歹行，但咱来坚持，继续甲行落。今仔时间到这，祝大家会当成就正中德行福报解脱，卖个再。在这个六道内底，颠颠扑扑，终是苦。阿弥陀佛。邀请您共同参与弘法利生的善缘，让佛法落实人间，更贴近人间生活。护持账号31650835，户名黄玉莹，联络电话0979-041。510